讲，一定有肯定不上海，讲上海话但不上海，他讲很到底上海，因为他在上海出生，对啊，就是他那个是母语嘞，所以说没有不同了。你看这一家伙，你看都是这个。现在是这样，我那个朋友啊，他说在上海，他呢，他说哎，这个好像我在上海那个印象展里也见过，对吧？很流行的，大家都很流行，很流行的。很少看他介绍就是这个箱子是奥地利的一家家私厂帮他做的箱子。所以人家说他的山体就是像家具一样，就是这样，嗯，就加工工业就是工业的。那他的大人叫细石，我现在其实呢你们也可以过来看啊。我的串流系统是这样的一些搭配，这是我平时这个就工作或者一个 home studio 的一个角落，当然我是跟我在另外的地方的一个 spindle 比，那我就觉得 spindle 更有味道。那个 spindle 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在那边，我有时候在那边上班，我上班的那个 home studio 我就放在那里。这把吉他1亿日元，是他的，是他的吉他的。来，吃啊，赶紧吃，哎，来，好 ，OK。